平东县政府在三月初摆国际妇女节之前，在家东乡绿金庄三山国王庙头前的广场，盼将将头妹品品好咖啡桶，结合绿队三百年，同四头四妹连接连满的五力精神，而改变传统性别的观念同汉字，透过四妹的实践游戏，提倡妇女团结同福利。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当年规划派的四天体验，现场下东东民众来报名，进前他融入两百个民众，唔惊落太热，同其他田间农民落去田风体验都市天然乐。四天进前含照传统先敬拜八公。法莲县玉里镇的客家神法馆今年开春特点主题是客家老神法。其中国是玉里镇保教佛王老师傅全面电视的开展史文物请下人看，除了一道民众来参观以外，玉里镇公所还按算而开办同开展私人艺术文化传落去。托盘访客是当代台湾有代表性的客席五十年之日，桃园市客家 Q 为了内盘三百多十年托盘访客店，电视家属捡出来的文物，还搭出托盘访客的写作空间，不民众行业批看，强行入到托盘的文化世界。本年按照泡面北宫的南投县中寮乡石梁宫北宫庙，主要是拜泡面、吃泡面等出名。今年庙方为了配合防疫，今天取消了二月初二北宫头牙的平安村，拜过的泡面，我不免就带转去吃平安。